第一首歌曲，感谢你们来到我的直播，感谢大家来到天星网跟我们见面。我是中国香港歌手黄子佳，每个星期三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，我们都是在天星网见面的。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旺角最后的日子，那希望大家如果来到旺角的时候可以跟我见过面，听我们最后一场旺角的演唱会，好吧？谢谢各位。你再看一眼，谢谢。有一阵旺角最后的演出时间啊，希望嚟开旺角或者未嚟过旺角的朋友咧，都参与下我哋呢一个咁富香港特色的演唱会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尽最后的日子咧，去欣赏下我哋送俾大家的我哋最用心、最精彩的音乐会送俾你哋。多谢大家。我刚才跟我说就是我们不舍得，就是7月28、29号就是旺角最后的日子，都是行政最后开放的日子，然后往后的日子我们还没打算到那个地方唱歌，就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地方，比方说是尖沙咀可能，或者是铜锣湾，或者是屯门码头、屯门公园，希望能够屯门公园，希望能跟大家在这边唱歌的时候跟大家见面聊天。我会继续开直播的，我会继续唱歌的，我不会放弃，谢谢你们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带来这首歌曲就是有些朋友，我特别送给一些要点唱这首歌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过得更开心。就是陈国强先生的《偏偏喜欢你》，冰冰陪着你，谢谢。
其他人要点唱哦。好，
这首歌曲比较，我找一下。这首歌我没唱过，就是以前平常常常听到朋友会唱这首歌，那最近有一个在旺角也听过别人唱，但是我没有唱过。带来就是王侯大道动，王侯大道动，是你们要听的吗？我唔知去旺角唱啊，唔知啊。顺序唱出来吧，好不好？
我就看现在看到的我给你们唱，好，再来欣赏这首歌。
10年前了，2008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就是JOY， 不是个人的，就是我们创作组合的专辑。然后这里面有一首歌，就是莫欣的《王后》，就是我自己的作曲。然后还有一首《唱到底》，那是我作词部分。还有其他的，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创作灵感，都是一些电影的一些灵感过来的。所以就是他的有一个名字的是 Reelone， Reelone 的意思就是第一版的意思。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唱片有的胡适啊，这边我唱片有胡适啊。咁咧後面咧就叫 Reelone 咧，其實咧就係喺電影咧，我哋叫做第一本啊，電影係一本本嘅。咁咧就即係我哋係會可能一套電影裏面咧有四五本咧夾埋一齊。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一張嘅 CD， 所以我哋就用 Reelone 咧係作為我哋嘅序幕啦咁樣。咁啊，當其時就好希望即係藉住呢隻歌咧，有好多關於自己對社會嘅時事嘅寫落去，就是整個用電影嚟到做一個參考，就是因為後面就是 Reelone， 就是很多電影都是有4-5个。组合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就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组合，所以就是 Reelone 里面有我的创作的歌。谢谢你能买到我的唱片呢、啊，已经很珍贵了，送给我好吧？我说谢你，我带很晚的，举牌了，举牌了哈。当然不是不会，不是我现在还有其他的歌会唱，还有就是我有新的歌，就是 Be Alright， 这是我最新的拍台的歌曲。就是我经纪人说我应该还有5首歌曲，一共有6首歌曲就会很快会发到。所以第一首歌是 Be Alright， 大家曾经在旺角都跟我一起拍 MV 的，还没有记得哪天，就是对我们来讲还很有纪念的。所以希望那也可以买啊，就是在香港的 CD， 或是你可以在网络找一下 JOY 的唱片，可能会找到。对啊，莫欣的《王后》，谢谢金琴，你记得我的歌的歌名吗？好，当然有朋友要听另外一些歌曲。我昨天晚上我到这个朋友的直播间，还有谢谢看到我跟那位朋友互动的时候，你们也加入我的变成我的粉丝。我就带来这首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就是广东十年爱情故事。谢谢广东省民爱情故事。咁琴日咧，我睇佢嘅直播，我直播好夸张嘅，有万几人睇嘅。咁咧就讲笑话啊，唱歌啊，乜都有嘅。咁我覺得我自己唔識講笑話，我就係唱歌。咁所以咧就睇下有冇啲朋友識講笑話，咁就企喺個後面一齊講下笑話，咁睇下可唔可以我哋10000多人一齊收睇我嘅直播。哦，好吧，帶來這首就是《廣東十年愛情故事》，謝謝。謝謝。拥挤的回忆，时间抹去，沿着光路已经漂泊10年，有时也怀疑当初一起经已改变，连这天空将你偶我相连，怀念你从来与我天空还任性，是否可相信在不欢而容易放弃，非要最后一无所有才有所惧。
些改变要彻底，直面这世界庄家游戏。一种光阴已经飘过生命，有时又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，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走得远的天空还任性，是否要相信下一次的相遇，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。
喜欢这首歌。谢谢，这是千处，谢谢。还有就是感谢来到我觉得我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点亮，希望你们给我继续关注我。我是中国香港歌手彭子江，高兴能够到这里跟大家见面。嘘，小声听。哈哈哈哈来深圳唱歌，我来深圳玩就可以了，因为没有人邀请我过来深圳，我就必须给你们唱歌。对啊，你们有没有邀请？你们有会不会邀请我过来唱歌啊？你们邀请我过来唱歌，我就给你们唱歌。对啊，哎，是。有渴吗？没有渴哦，我这边没有渴，是不是你们那边渴了？我没有渴。很模糊，很模糊吗？不模糊吗？有没有朋友在看我直播？有没有模糊感觉？好清神，没模糊啊。我这边网络比较，今天没问题哦。好清楚哎，好吧，真的没问题哦。好，再来，真的过来。
谢谢，我真的爱你，谢谢玲玲送来的吻，感谢刚才送礼物的朋友们，谢谢。